用小号测试暗恋里，所以你昨晚带什么？是我朋友帮我练的。啊，这样赶紧。君，没啥办法。哎呀，我怎么给否认了？早一步看一步吧，起码现在关系保住了。还有啥事比我现在伤心？我竞争力果然很大呢。Day two。之前想见见不到，现在倒是随处可见了。你这是要去哪？有事吗？想干嘛？没事啊。那太好了，你帮我一个忙吧。啊？如同我想给你买一条围巾。Oh my god！ 哇、wow！ 他怎么带我来见人了？小姑，这位就是我女朋友。What？ 我？你当傻吗？随便拿个人来，我就信了。怎么会呢？我说的是真的。可能他昨晚那么蹦，是为了今天吧。对啊，小姑，叫我姐姐。好的，姐姐。所以你别老是给我介绍相亲对象了。所以景美说的不同的女生是她在相亲，行吗？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怎么在一起的？我想知道细节。这个根本没在一起的。我们两个昨天才在一起的，我一直喜欢她，昨天用小号加她测试了一下她对我的态度，被她发现后跟她表白就在一起了，对吧？What？